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做个蛋饺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特别的好吃。首先我们准备鲜虾馅、鸡肉馅，加入葱末、姜粉、胡椒粉、盐、鸡精、十三香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，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。鸡蛋中加一勺淀粉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锅热，放一勺鸡蛋液，给它摊成蛋饼，加入肉馅，底部定型，用筷子给它包成饺子状就好了。锅中上气儿，给它蒸十分钟出锅，美味又营养的蛋饺就做好了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试做一下啊。